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无界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《欧吉丹尼拉库玛》的实况啦。我觉得，哦，他们耳朵好好的，真是意外。哎，没有，马上耳朵就坏掉了。哦，他们还会有所请求，是不是？他们难得呢会有所请求，而且因为他们很可爱呢，我们一定要帮他们完成愿望哦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叫做因为很可爱？有我可爱吗？他说希望我帮他。내구세요나오시대요시，原来他耳朵那个是내구세요，내구세就是。用中文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刚睡醒的时候，毛会有点，头发会有点杂乱，有没有？那个就叫 necusel。原来他的耳朵变成这样，是因为睡觉压到的关系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帮你梳耳朵来。我已经看到后面非常的脏乱了。那得得，那得得，他叫我摸摸他哦，好，摸摸。可是我不是应该先帮你修耳朵吗？不卡不卡，来来来，耳朵耳朵，你是睡在什么东西上面？耳朵可以印成这种印花啊，这也是很厉害啊。来，另外一边，哇哦，好了。另外两只也是吗？啊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好多东西要洗哦。对啊，那耳朵，耳朵又坏了、哦。这只，来，我先帮你摸一摸，梳耳朵。来，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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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玩这款游戏就是不自觉的讲话会用叠字哦。来，我帮你摸摸，我帮你刷刷，来，你的耳朵多好可爱爱啊！来，来这边，好，干净了。接下来换小鸡，来过来。先摸一摸，再帮他刷好了。ポカポカしました。不过两根毛而已。起床的时候自己用手指顺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他没手指。好吧，不小心提起了你的伤心事啊。啊，捡垃圾，捡垃圾。哦、oh, ，可以换东西了。好、oh, ，第七格呢也是空格。下一个呢，我们就可以拿到哦，沙发，太好了，捡垃圾换沙发。那个涂鸦还不是每天都一样的呢？每次这游戏一开上来就是。要先整理房间，我自己的房间都懒得整理了，居然还要在这边整理他们用乱的房间，真是太没天理了。他们都不知道从哪里就突然伸出一个道具出来了，也兼具了哆啦 A 梦的功能。最后一个。像这个啊，那个蓝骨头它也是突然就伸出来了。好了，清完了。好的，再来呢，我们就要来兑现这个。我们目前都还没有玩过这个 cos 模式哦、喔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看看呢、啊，15分钟嘛，希望我不会累死哦、喔。那上一集呢，就有很多人说
希望呢，我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，可以放一下，就是我自己正在做的影像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会把我做这个运动的过程呢，影像放在右下角，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啦。哦，哦，它还有三种模式哎。Okigaru, Shikari, Michiri， 这应该是难度。Michiri 就是你看红色，红色就是最难的嘛。欸，不要玩我的裤子啊！好，我们第一次玩，我们就先选简单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三个模式嘛，我们就先选简单的。哇，C D E。等一下哦，那我先看 C D E 这个呢 ，B D E， 所以这个是 A A B C 喽。哎 ，C D E， 啊，那 A A 在哪 ？A 在哪？A 在哪？哦，有 A 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是我这样点下去，然后它会有三个不同的 menu。那它的所谓的15分钟呢，就是 A 加 B 加 C， 或者是你看我这次再点进去，它就变成 B 加 C 加 D 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它就等于是把三首歌连在一起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，反正是乱数嘛，就 A C E。其实我也不知道 A 是什么 ，B 是什么了，我们就来试一下吧。好，哎，哪有人又一开始就躺下去的？这个一直举手真的是很容易捂时间呢，我不知道这样的运动是好的还是坏的。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做到一半，然后就开始嫌肩膀很酸了，就是这个原因了。然后我又不自觉的会很想出力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哎，怎么速度有比较快的感觉？但我怎么跟不上他的 tempo？ 拍子对不准。我觉得我的肩膀已经开始累了。天哪，我要这样子做15分钟给你们看哦，觉得好羞耻哦。不要咬我了，干嘛？去旁边啦，气死了！中途休息还被咬，他看我手可能在那边晃来晃去，很想咬一下。有了，我已经开始流汗了，就觉得哎呀，两只手了，糟糕了 ，miss 了一下。这个也很累耶。哎，好不协调。哎，这手 AA 应该就是
我上一集做的那一首嘛，感觉就是很熟悉啊。所以别手会有别的音乐吗？啊，好累啊。休息的时候，我真的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，不想讲话。你看，他就是很干脆的直接躺下来了。又两只手，手忙脚乱。好酸哦，肩膀真的好酸哦，我这样子还要跳两首。我觉得这个比 Justin 累耶，累太多了。因为他只让你的手好酸，肩膀超酸。这个很像那种国小还是国中，老师在惩罚学生，叫你把手举起来，然后举半个小时的那种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大概就是那个心情了。啊，结束了。啊！哎呦，干嘛啦？凶欸，哦，所以这边我是可以休息的，它不是 non stop 继续下一首的。哎，这样子还没五颗星，我才 miss 两次而已，这样子没有五颗星，怎样也说不过去吧？啊，是要多严格啊？他是要零 miss 才可以五颗星，是不是？那 cos 模式其实没什么差，就只是自由模式选三首歌啊。哦，音乐不一样哎。哦，他又一开始就躺下去了。哎，下是怎样？哦，有新动作哎！还好我有往前坐，有这个把手，我没有办法按下。不要攻击我的手了，笨猫！气死人！手在那边甩，然后猫就跳上来。不要攻击我了，拜托，你去旁边，去旁边睡觉好不好？我没有在做运动，却好像在耍猴戏一样。来看我家猫咪翻跟斗啊！好热啊！我等一下要把外面这个帽T给脱掉，在流汗呢。啊！哎，但我觉得这个比上一个还要轻松哎，可能因为它有往下的动作，就不是说一直举上很累哦，就这样往下就甩一下就轻松很多啊。那个一直叫你往上举的，真的是像是被老师惩罚一样。哦，糟糕了，我又一个 miss 了，我又拿不到五颗星了。
很猫。不要看到人家手在甩就想要跳过来咬人，好不好？坏习惯，谁教你这样的？他的动作是比较复杂一点，但就给手的负担比较没那么重，就我觉得没有上一手累 ，A 太累了 ，A 一定是最累了，一直叫你举手。差一点，啊！哦，这样也有算到，还好。哎，不要再咬我的手了，在干嘛啦？那个家里有养猫的，在玩这一款游戏的时候呢，请注意一下，你会像这样子，就可能随时遭受到攻击哦。不要再咬我了啦，干嘛啦？我必须要说，这个是 B 吗？这是 B 吗？我觉得他的音乐比较无趣一点了、啊。他没有像 A 的音乐比较动感。哎呀！他是不是有甩，其实就有算分？我刚甩错方向，他还是都有 good 哎、欸。啊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简单一点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跟刚才一样，就两个 miss。这样就没有五星了，真的是很严格哎、欸。哦，这是 C， 我觉得 C 的音乐真的是不怎么好。但真的做起来跟 A 比起来就是轻松很多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换一啦。我要坐前面一点。哦，哦，又多一个横向的。哎，我有甩啊，为什么 miss 啊？一开始就 miss 了，我都想重玩了。发现我现在不太想讲话了，因为真的是很喘。啊，欸，我觉得真的不要一直往上举，其实就还好，没有那么累。那个 A 啊，大家如果拿到五星之后就不要再玩它了，觉得肩膀会坏掉。真心推荐。这种混合的，哇啊！这种混合的，轻松多了，玩起来也比较开心一点。他们一直往上举，一直往上举，肩膀都要断了。就我又两 miss 了。真的，
我举错方向，他还是给我一个 good 哎、欸，他的判定好像不是说，哎，哎呀，不要抓我啦！我在那边乱举，他还是都有算分哦。其实你有举的话，方向错了也没关系啊、喔。哎、欸，不要一直攻击我，拜托。很多人在看，好不好？不要做这种事情，你会很丢脸哦。哎呀！在眼神死啊！好了，我累了，而且在做的时候还要一直被猫攻击。啊！哎，可是真的流汗了。我虽然是坐着，可是流汗了。好了，真的可能可以瘦啊。多少消耗一点卡路里。哎呦，那下次呢要先把猫给隔离起来再来玩这个游戏啊。然后我在做这个动作，我就很怕甩一甩，然后猫就跳上来了。才刚讲，哎呦！我已经放弃了，随便，有拿到分就好。一直跳起来了，哦，哎，又一个 miss 啊！我以为我只要有灰就有了。哎呀，又一个 miss 了，四个 miss 的啦！啊，完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啊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啊！自暴自弃。最后又被猫攻击，啊！好，连续跳三场，真的是有累到，一点点而已啊，这样也没有五星，真的好难哦。就等于你五分钟要非常的聚精会神哦。哦哦哦哦！他还要算心数，这不就跟煮过头那个一样吗？就等于说，你拼死拼活也要把最后那一颗心拿到，你才可以解锁什么要素吗？天哪，这太折磨人了吧！逼你一定要把心数给填满。哦天哪，是满的。我应该在他空的时候就进来跳，顺便跳一次就满了。哎，我跳完之后，是怎样跳完满身汗，然后把熊衣服给脱下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我拿到沙发了。哎呀，怎么瞬间就多那么多脏乱的东西啊？天哪！好，我再来慢慢清扫这一段呢。哦，我虽然说想要跳过，但他睡觉好像蛮可爱的。等一下，他的耳朵又坏掉了。好，等一下，你的耳朵怎么坏这么快呢？啊、不是坏掉，他刚才有说他是因为睡起来，所以耳朵变这样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刚刚很快的又睡了一觉了。
睡起来就变这样。我那卡斯一打，他跟我说他肚子饿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吃点心哦。好像还有一个点心没有叫过嘛，布丁是不是？来，你先过来一下，帮你梳耳朵。哎，他耳朵是好的。好，那我就帮他摸摸就好。摸肚子，摸肚子。来，摸摸头。第九格蛮快就满了，可能是垃圾太多了，捡个垃圾就满了一格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再来把第十格的包包给入手。好，那哦，他真的有在存钱呢，所以啊，这只小鸡是三只里面唯一的尝试人哦，就是有尝试的。另外两个我觉得就是尝试外的角色。我们今天就来吃布丁吧。布丁多两块钱，然后可以分给所有人。我上次没有发现说分给所有人要多扣两块，等于是说呢，花这两块钱他就是再去多买两份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是布丁那么小，大家一人一份吧。重点是我也不想喂哦，请自己吃。马克马克，噗噜噗噜，亚瓦拉盖。哦，但布丁上面有樱桃哎。因为拉拉熊吃完之后，他把头往后仰，有没有？往上仰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感觉他头要掉下来，有没有？掉下来之后，就会发现里面是一个大叔这样。工作人员吃饱饭了。那我们刚跳舞那些东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、啊、音乐，就是我们跳过啊，该不会要五星之后我们才可以拿到歌吧，有这回事吗？不会吧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半首新歌哎、欸。哦，我们 challenge 挑战这边呢又获得了新的东西了，帮他收拾脱掉的熊装哦。好，拿到一个了。My home design 哦，换新家具就可以拿到这个。哦，对，我们刚才还有拿到一个沙发，对不对？换新沙发哦。哎，可是这个感觉比较可爱。嗯，好像不换比较可爱，算了。都拿到新东西了，就放一下好了。哇，他们就这样直接躺在地毯上面睡觉，然后醒来了。醒来之后耳朵有变皱吗？哦，没有，我马上又睡了。有没有看到下一页十三这边，它有一个音符，有没有？这个应该就是新的音乐了，所以音乐要用这样子换的。原来如此哦。哦，怎么了？有宝物要给我吗？他叫我陪他运动，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吗？你也太爱运动了吧！我刚才已经做了15分钟了，哎 ，Hello。他如果坚持要我们做运动的话，我想做个一分钟的就好了。哦，哦，哦，这里有分难度的，哦，难度也都有这种一分钟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做这个普通难度的一分钟好不好？至少也有做过嘛。好。一分钟而已，应该。不难，看我拿五星哦。我看你普通难度是多普通哦。
欸，怎么感觉好像跟简单的差不多啊？音乐好像也是同一首啊。欸，结束了欸。有五星了吧？这该要五星了吧？完全没有 miss 哦。累了。Yeah， 我第一次拿到五星，太好了。哎，怎么完全没有提升的感觉？啊，我完成小鸡的愿望了。你又脱衣服了。是只要运动完他就马上换一套吗？怎么好像里面有那个不一样的内里？那怎么了？运动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去跟你前面的鸡抱怨哦。拉炮应该比较快就结束了。然后我量表差一点点哦，我是最后一个啊。希望你第一个就爆哦。棒棒，爆！哎呀，这样我会很紧张哎。我觉得排第四个也太紧张了吧？我要期待前面三个爆，爆！哎呀，五分之一的机会，可恶！我要选红的，红的就是安全哦，太好了！我就不相信你们三个不会爆，除非你们串通好啊。太好了，我就静静看着你们爆炸，嘣！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二分之一哦，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爆哦！啊，吓死我了！哦，玩两次都是他爆哎！耶、yeah ！终于拿到包包了。噔噔噔噔噔。哦 ，picnic 哦，我们还可以去野餐啊。哦，这个画面有一只看起来比较正常是趴着的熊哦，在房间画面点选包包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找 Chiloi 哦 ，Chiloi Koguma， 我们就可以去他住的蜂蜜森林里去野餐哦。哦，在蜂蜜森林里面呢。我们也可以去摸摸茶色小熊哦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拿苹果、草莓，还有蜂蜜哦，还可以去采集呀、啊。好哦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就留给下一次吧。我们下一次来玩玩看，去找茶色小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玩到这边好了。那就感谢大家收看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